Hello，大家好，我是猫猫无限啊。今天收到这台路由器呢，是华硕的 AC66U 啊。这台路由器，大家看一下这个外观，是不是觉得有点非常有节日的喜庆感呀？这个上面绑了一圈的这个五色彩线啊，它是什么情况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开关的按键坏掉了。有人可能会问，这个按键怎么会坏掉呢？这个 AC6666U 这个型号的机器啊，确实非常非常奇怪啊。就是说，它一般过保了以后呢，这个按键就非常容易坏掉。就说它现在没弹性了。正常的话，这个按键按下去以后呢，是可以卡住的。这样的话，它就保持在一个接通的状态。但是现在它坏掉了，就按下去以后它卡不住了啊。看，按下去弹起来，按下去弹起来，按下去弹起来，这个它就没有办法。保持电路的接通啊，这个电源插上去以后呢，路由器还是不通电的，所以说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那有的朋友就想了一些办法，你看他现在就用了一个比较脏的透明胶带，把这个螺丝给粘起来，粘起来，然后把这个螺丝帽给顶在这个按键的开关上面，然后在上面呢再用一个这个五色彩线呢，然后绑上它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按键保持在一个接通的状态。但是呢，这个方法似乎有点不太稳定啊，所以这个朋友实在是忍无可忍，就把这个机器送来维修了啊。他当时跟我讲说，这个你只要把这个按键，直接用焊锡短路起来就 OK 了。但是呢，这个对老师我来说其实非常简单，但是老师我并不打算这样做啊。因为这样的话难度太低了，体现不出来老师我专业性啊，体现不出来我的专业性，所以呢。老师，我准备给他换一个全新的按键开关，让他换好以后的效果跟刚买回来的状态是一样的。现在呢，我已经把这个路由器上的五色线已经解掉了，这个底下是四颗螺丝啊，这个脚垫的话已经丢失了一个，我收到就是这个情况。好了，现在呢，废话不多说，准备把它给拆开。好了，现在上盖呢已经被我拆掉了，但是可以看到这个路由器里边，一些这个卡扣已经断掉了。可以看到这是固定散热片的这个塑料卡座啊，这已经断掉了。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应该还是时间长了，这个塑料老化了。因为这个路由器工作的时候，这温度是非常高的啊，然后这个。塑料时间长的话，这个在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它肯定老化的比较快嘛。然后这个再加上寄快递过程中，这个震动啥的，然后这个它这两个这个卡子呢，可能就经受不起颠簸啊，就自己就已经坏掉了。这个的话怎么解决呢？我看一下我周边，我手边有没有这样的配件吧。等一下找一个给它装上去。好了，现在我准备把这个开关给拆下来啊。好了，现在已经拆下来了。好，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已经非常完美的拆下来了。我等一下换一个新的开关上去，这样的话它就跟买回来的状态是一样了啊。这样
显得比较专业啊。这个现在呢，我已经拿出来一个新的这样的开关啊，等一下准备把它给装上去。好了，老师，我现在已经把这个开关给它装上去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按下去，它已经卡住了，然后再弹起来，再按下去，弹起来，按下去，弹起来。OK，完美解决。我现在准备把它装上外壳，等一下通电试一下机。刚才呢，说到这边有两个卡子坏掉了，但是我手里边呢也只有一个卡子，然后就只能给它装一个了，没办法，这个本身因为也不是老师我给它造成的啊，这个能找到一个装上去已经是很不错了。不过说实在的，这个少一个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因为这一二三啊，三个固定的话还是比较牢固的啊。OK，好了，我们现在来通电试机啊，我现在按一下这个开关，按下去。好了，可以看到灯已经正常亮了，我现在已经松开手了啊，然后这个灯呢已经正常亮了，这个路由器呢现在已经恢复到这个开关已经恢复到刚买回来的状态了，这个已经可以放心的使用了，再也不用上面捆了一圈彩线，然后加一个螺丝钉按着啊，再也不用那种比较尴尬的状态了。好了，OK，这个路由器的维修呢就拍摄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拜拜。